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个做些朋友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到4点，伊阮由小弟阿宏诚恳，甲咱朋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继续看政治新闻吼。那么民进党这个贾中庭伊伫个讲啦，现在感觉讲，敢若只有我伫个选这个党魁安尼啦，啊，安尼都袂歹啊，对唔对？无人甲你竞争啊，对唔对？啊，啊，所以我感觉真奇怪啊，对唔对？无人甲你竞争，啊，你也艰苦吼。来，咱来看内容，这是联合新闻网台北报道吼，民进党党魁之争。绿营传出假无爱选，所以就可能无爱选安尼啦。啊，你袂我也袂，啊你袂我也袂，啊是安怎？我针对你所有啦，都是安尼啦，对不对？真明显嘛，啊，假讲哦，你所有若歹选，我也无爱选啦。哦，意思就是讲啊，大家都无要吼。无要笑想这个2016年就对了啦，哈、啊！总共重点就是安尼呢。所以，只系讲，所以若无选，我就无爱选，啊！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昨澄清啊，
唉，无这回事啦。那么行政院前院长贾中廷伊伫咧讲啦，所以并无安尼讲啦。啊，但是现在哦，感觉只有我伫咧选安尼啊哩，干那我一个，哦，啊人错诶，对唔对啦？迄、那个什么呀、啊？蔡哦，英文查哦，蔡英文呐、啊，啊，唔是英文蔡哦，是蔡英文吼、哦。那么，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无提这个证件，我就认为讲。伊无要选啦，嗯，啊，人就伊讲，伊就，什么啊？敢是要竞歹选啊？是安怎？哦，那么贾中廷过年前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那么所以出来虽然嘛有意要来参选，但是啊，到个目前哦，啊无宣布要参选啊。那么党内这个人事已过了，所以出来将伫个本月底领表登记的时阵要来表态。那么五个党主席改选啊，将上演三个人大战铁公鸡，大战铁公鸡。对于这个党内的这个团出吼，食的不爱选，所以嘛不爱选啊。那么伊保住2016年，那么贾中廷伊伫咧讲啦，吼、哦，爱参选的这个人哦，一定爱提出政策理念。但是现在啊，拢只有负面的这个传言啊。其实哦，大家用个啊来参详哩，哦，啊卖讲吼，啊大家哦，暗暗啊吼，大家安尼费劳费力的，啊，啊实在是哦，那安尼是哦，真歹看，对不对啦？啊，那么唔是讲安尼放话。那么伊阿哥咧开玩笑讲的时阵呢，啊，拄啊才食饱啦，吼、哦，听这个嘛无什么营养啊，啊，那么贾中廷，并对蔡英文隔空过来话话啊啦，啊，人家是隔空抓了哩，吼、哦，哎、啊，这是隔空的时阵呢来话话哩，啊。那么唔管讲想要参选，拢爱先提出理念，吼、哦，啊，才表达这个意愿呐、啊。那么现在蔡英文无提出理念，伊就是认为讲出来吼，无要选主席啦，啊，伊哦，伊都已经都，吼、哦，都安怎，都人讲迄什么呀？是什么呀？奥土啊，是什么呀？哦，出局去啊，就对了，啊。那么要选的这个人，一定要提出证件，这是对党员伊的这个尊重呐。这不是算尊重呐，你提出意。政見來講，讓黨員來了解、理解啦，應該是安尼啦，什麼咧？嗯，這是對黨員的這個尊重，欸，拜託的，啊，恁遮大家弄什麼硕士、博士的呢？啊，對唔對啦？應該是愛講的時陣，安尼提出意見，政見，讓黨員啊來了解啊，伊的這個理念，以後要對黨的，要對國家，對唔對？哦，也是讲对这个孙阿娘，其他哦两岸也好，哦要安怎的孙阿娘，
啊来进行规划，对不对啦？这毋是尊重啊。那么是毋是讲气算董主席、苏贞昌长就讲啊啦？无这回事啦，谁讲的？我要选，你敢知？我是表面上我即马也无讲啊，但是我心内是要选的。恁甲我讲我要去选，拜托的，谁人会当代表我咧讲话啊？哈，是恁媒体是毋是啦？哈，啊是阮党诶内面倒一个，赶紧出来啦！莫伫个后壁吼，啊踮咧画话啦，啊。无这回事。那么记者在追问啦，是毋是讲吼会继续搁再选？啊，所以吼并无回答啦，啊。敢若伊过去讲一句，啊，我都讲过啊，对不对？啊，之前讲啥？啊？啊，搁会算哪呢？所以啊，搁反问记者啦，啊，搁有啥物问题无啦？啊，那么苏贞昌伊伫咧讲啦，伊现在吼、哦、就是做好董事长的这个工课啦，啊，在这个服务、学习等议题，打拼维护人民的这个权益啦，伊拢安尼讲啦，拢啊刚刚包包做一个拜托的，啊，人民啊。那么对于这个年底七合一的这个选战，候选人由伊提名，就要好好啊，啊来复选，为成败啊来负责，对不对？啊，我那复选的时阵，那民进党的那败选，啊，但我哪有法度人去想这个2016年嘛，对不对？我当然我会认真啊。对不对？那民进党的时阵，全部的时阵安尼，啊，啊那百分之的时阵安尼，八十你甲想啊，这个我做总统都绝对做的啊，你讲对不对啦？哈，啊我哪会无拍拼？都毋是咧，哼，我无拍拼，颠倒总统无人好做，而且对不对？啊，我煞互党内、互遮的时阵安尼，啊，遮大家吼，因、哦、这个国民党的笑个，吼、哦，是毋是安尼先？啊？所以成败吼，我爱负责啦。记者搁再问啦，是毋是讲会竞选连任，为年底选战负责到底啦？啊，这人就讲，本来就是负责到底啊，这人就搁问这咧，我感觉这记者嘛真奇怪呢，吼、哦、对不对啦？啊，拄啊顶头就讲迄句话啊，啊你下骹搁再问，毋是同款迄个答案，啊？那么苏贞昌舞台现机就伫咧讲啦。我这个就是吼、哦，意思都真清楚啊啦，吼、哦、对不对啦？你甲看，啊，毋是加问的，吼、哦、是毋是安尼先？啊，那么出来办公室的发言人洪耀福表示，出来英文是毋是讲要参选？时候到吼，伊就会甲大家讲啦，恁大家莫紧张啦，对不对啦？啊，刚刚老师讲的，但唔知有到明仔载嘛，还佫唔知咧，安尼讲讲遐远去啊，是毋是安尼先？啊，好啦，到这咱就结束期待就位，讲这个网络，讲这個时间，结束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